Hello， 大家好，发芽的洋葱别扔了，来看看如何利用它。天气变暖，洋葱很容易发芽，食用效果也下降了，这时我们可以把它变成盆栽。第一步，外皮扒掉，留最嫩的部分。这样就可以了，不过注意洋葱底部的根要保留。准备一个瓶子，滤瓣剪开，再修剪一下边缘，装上土。之后呢，把洋葱的根部栽土里。我们浇上水，保持土壤微润而不潮湿，放在光线明亮处，这样很快的就生长了。可以多栽一些，既可以食用也美观，你也试试吧。